今天率先登场的是一位来自吉林榆树的全职奶爸。再度出战的他，能否让名师为他打开师门呢？大家好，我叫曲立伟。我全职就是负责哄儿子，但是哄儿子同时，我也给我儿子插人转。今天为什么来到咱们名师高徒的舞台呢？也是给我儿子树立一个榜样，也是让我儿子看到他爸爸强大的一面。希望四位老师为我打开师门，加油哦！嫂你把我教导，非常好，教导言语我记在心中啊。你言说天上的星多，月儿都不亮啊。水中要鱼要是多了，水浑都不清。是脏官多了，朝纲大乱啊。朝中要是清官多了，黎民太平。视频里论平争，这王公犯法与民同。昨天这三地出朝，占了八员将啊。贪赃枉法国法都不容，难道说咱们该活，人家那就该死啊？做官要不正了，怎么能够理民情啊？儿嫂啊，奉你的官职小，官要是再大了，敢杀朝廷。黑嫂，你今天一宝剑把我来斩死，也算你这包黑子做官更轻。嗨，你替我儿子把命来顶啊！黑贼呀，老嫂子啊，谁不知我铁面无私，保卫正啊，正当做事都要公平，凭着家事我都不管呐、啊。关着旁人我怎么算忠，忠臣不正我怎么保国，国法家法是大不相同，投情报面是把他来放啊，发了报面是恶罪都明啊，明知故犯是罪加三等，当与言儿我都去到令，令你不过这儿嫂你，你把三弟我来宽容，容我陈州去把粮来放啊，放粮一笔转回城。成给我的老嫂修个养老宫啊，恭请我的老黑嫂前去养老啊。老黑嫂你荣华富贵，永远你都不受穷。
远跟我的儿去讨着吃，去要着吃一块瘦贫穷啊，黑贼呀，老嫂子啊，包相爷好话说了三千六，嫂嫂没当耳旁风，人活百岁终究一死啊，今天死了也算终。回过身来嫂嫂叫，叫声嫂嫂，你是听你斩三弟，等一等，等我今日笑来再斩也不成。好，来自我介绍一下，四位老师，台下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叫曲立伟，来自榆树市，谢谢。榆树，哎呦喂，做什么行业的呀？现在是一名专职的奶爸。啊啊！专职的奶爸。哎呦，在家带孩子吗？在家带孩子吗？在家现在带小孩了。啊，孩子多大了？啊，孩子六岁。那不怎么能在家带孩子呢？就是、你爱人呢？你爱人干嘛呀？我爱人做直播，他没有时间。对，他没有时间。那不能天天播呀、啊。就是、啊、那意思就是白天晚上播。你关门带孩子不是？你管孩子，然后他赚钱呗。嗯，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不整反了吗？我之前也在外边，因为我也在外边唱二人转，我也是一名二人转演员、啊。孩子吧，在以前也是爷爷奶奶照看，但是奶奶身由于奶奶身体不好，完了我媳妇还直播，所以说我就是把我叫回来，我媳妇把我叫回来让我看孩子。孩子照顾的带的咋样啊？现在孩子咋带的？我们真没带。两位学学。你想要二胎咋的？对，我说要二胎，我就交流一下经验，我看看你咋办。他饿了就给他冲奶粉，要不行的话，实在不行就揍他，他也不行。你看，我就说咱俩差不多嘛。开玩笑。他是你比如说孩子一天三顿，肯定是在吃上吃菜不一样啊，主食不一样，主食不一样。对呀、啊，而且每天还要让他运动，什么时间睡觉？睡多长时间？什么时间喝水？这都是都有时间的，对。他对我挺理解的。超级奶爸，那你为什么今天还要来到这个舞台上呢？因为我在家也看了两年的孩子，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，现在孩子也逐渐的大了，母亲二年的恢复，身体也渐渐的好转了，他也能帮助我照看孩子，我感觉我今天来的这个舞台就是想告诉大家，我今天曲立伟我出山了，希望在座的每位朋友啊，有想找我演出的，我接活今天。我给你机会。你知道现在二人转剧场多缺那个真正的二人转演员吗？现在真的特别特别缺。我也就想说这个，就是现在所有的就是大剧场小剧场都是，现在有很多长春周边的这些二人转的剧场，有的时候看快手啊看什么，他们都在搞这个正戏的剧场。对对，我感觉很好，就以你的实力，现在这个实力就在长春的周边，就这些正戏的剧场都可以在那儿站住脚。你如果说来到童哥的团队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往下说。你心里有数没？啊，哥特别喜欢你。实际上，我倒是希望这位演员呢来到我的团队，因为你凉的戏唱的特别好。我再建议你呢，再学一些那个曲子戏。如果你能来到我的团队啊，我虽然说是不能给你多高多高的大舞台，但是最起码的你在东北三省的演出，我能帮你介绍。光能介绍成不成呢？再评不好说。如果你条件特别好的话，100%的能成。那您条件先不错呀。就是啊，那我就说是这个事儿呢。我别的我不想说啊，就是你现在选择了站在名师高徒这个舞台上，就你刚才说的你出山了，证明你还行。我认为这我们之间就有共同语言，而且你到我的团队来呢，我也准备。
就交流一下咱们两个人的那种经验，怎么做奶爸，我也想做个奶爸，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活，就男人嘛，主动去干一干，其实真的挺好。所以说这一点我也向你学习。哎，我听我弟妹说你搁家什么活都不干啊？不可能，我这喂猪打狗赶猪上将，我啥都会，洗衣做饭。你要你家喂猪打狗，你家也没有啊？对，我买呗。我们跟他俩交流一下这种奶爸的经验，所以说你到我团队来决定。石静交流那人他家孩子都那么大了，不用交流了。石静，你一定来我这团队啊！严老师，严老师，你不他不是他都没吱声，你不去他团队。看你们抢的都抢疯了，我说点实实在在的心里话吧。我觉得这个选手是一个特别有骨气的一个男人，一定是怀着梦想来的，要不然今天你不会走到这个舞台。而且这个梦想，我觉得是一个让我可以给你实现的一个梦想，它是一个二人转走向更辉煌的梦想。所以说今天你来到这个舞台，我一定会让你东山再起，也一定会让你实现你二人转的梦。谢谢老师，不需要多说了，请做出你的选择。来，一定把眼睛擦亮了啊。我的选择是郭旺老师，有共同语言。我让你选择我让你不后悔。王志忠，谢谢，我一定是要让你实现你的梦想，好不好？谢老师，加油！感谢老师。恭喜区立委成功加入旺旺战队，希望他能够在名师高徒的舞台上，让自己的二人转梦想更加闪耀。接下来的选手是一位来自黑龙江的手工艺人。他能用他的唱功征服四位名师，让他们打开师门吗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哈尔滨的，我的名字叫做刘丽。喜欢这个二人转，从小就特别爱唱，也非常喜欢二人转穿着的这个服装啦，或者是头上戴的头饰了，特别的喜欢。今天来到这个名师高徒的现场呢，也是为自己在二人转的道路上走得越远，飞得更高。希望老师们多多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下本了啊，美女，美女，到处一美女，美女，主要主要是唱的好，但是这两句唱的不错，我再听听他这个味道，情要陪我，条件好，嗓子条件特别好，长得也漂亮，是吧？长得也漂亮，不就是结一面，不知你修招千岁。知道我心。
唱得非常好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，我的名字叫做刘丽。哦，我的老乡，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平时是唱二人转，但是我喜欢做二人转演员带的头饰。哦，那是化妆方面的事了，做头饰可不简单哦。怎么学会做头饰了？在唱二人转的基础上。这个头饰其实是自己学的，然后现在网络这个比较发达，都在网上找的所有这种样子了、视频了，根据网上学的。那是不是还得需要根据，比如说要给童老师做，是不是得按照童老师的脸型来做这个头饰？那个做头饰，男生也有头饰。你应该说是跟赵小波说。没有，童老师戴上头饰更好看。女人就是做头饰，女演员戴的。你说男人往哪儿戴呀？男演员做的话，男演员做的属于反串。反串的呀，可以戴上。佟老师，你要戴上不得老漂亮了。有多少个唱反串的？哎呀，我们经常唱反串。看你刚才一问，人观众们都有笑，都有笑声了。你说要是给佟老师做一个那么一个头饰戴上，我估计得相当漂亮了。你带了几样吗？给我们大家快点给童老师带上，拿了一个，我带了几个小样的啊，然后我先拿一下，大家伙看一下。好好好。啊！哎呀，这个是特别难做的这个头饰。哟，很厉害，特别漂亮。这就是一个小的发簪，啊，就是平时我们每次上头戴的旁边一个小的发簪。这个是最难做的了。你不要看这个，虽然小，也非常精致，需要功夫的。对，这个都是一点点来做出来的，喂完之后又胶枪又粘，然后又针线缝的，穿得住。哎，要我就说黑龙江人就是了不起。对，我们黑龙江人就是。了不起，就是你什么都会。那今天我特别带来这两个小饰品呢，是送给我们的两位美女导师的。这个呢，先从我们这边开始，送给赵小波，我赵老师，因为我们赵老师啊，在我们心中特别美丽，特别漂亮。那这个呢，我就送给赵小波老师，好不好？好。你只要不花钱，赵小波老师有多他都要。那我们要买要。这么精致啊！祝你越来越漂亮。戴上最好，戴上最好。真漂亮，真漂亮。给赵老师戴上，戴上。我戴这里。看，哎呦，太漂亮了。是不是特别好看？那我还有一个送给严淑萍严老师的。好，谢谢。严老师特别的大方。而且特别的美丽，在我心中像女神一样。谢谢。那我要把这朵小头饰啊，也是亲手做的，送给严淑萍严老师，好不好？好。绿色象征着春天。和严老师这件衣服还搭配呢。呀哈。哎呀。谢谢。漂亮啊！太漂亮了。我现在还有一个，我不知道。光老师能不能喜欢？白给的都要。哎呀，这给我媳妇儿的吧？这是个额链啊，是戴在头上的额链。啊，
那绝对是我爱，给我爱人带的，我爱人。那我送给国王老师好不好？不是，我别往前走，我往前走，哎、他们该说我不矜持了。童老师，你先谁大？你坐一会儿，坐会儿，你坐会儿。给童老师，给光老师带上，带上。这是女士的吧？这是。媳妇儿，你看看，我在名师高徒花重金给你买这么一个头饰，老钱了，不是老值钱了，一点不撒谎。没你份了，你这个没你份了，一样的，一样的老师。就那个，没了吧？没了。童老师真没有了，这真没有了吗？真没有了。哎，不是那个这个事儿是我提出来的，我说你看你不是这半天的头饰，你那意思大家分享一下。但是他们仨都有了，我这怎么个情况？那他们还能有不？童老师，我真没有，要不然你来翻翻来。你真没有了吗？你翻翻，我真没有，我包在这儿呢，你来看一看，你看。不，真没了，没了。不相信，不相信我。没了，你是不是藏起来了？童老师，你这样，如果你不相信我这样，我把兜给童老师，让童老师翻一翻，好不好？让他翻，让他翻。让你翻一翻。藏着呢。童老师有点深沉。有点深沉，有点矜持，矜持。童老师，要不这有一个这个，你看行不行？在哪儿呢？这是。童老师，你可真给吉林人丢脸。哎，这哎这带花。哎，这行。这个比他们。这行了，这行了，太行了。你就照那学的吧，你笑我。王老师帮你带呀，王老师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很漂亮，你还真好看。你呀，这里拿回来，这里拿回来呀，不要了。戴上呀，王老师。戴一个多好看呀！爹，您慢点。王老师，你们打击太大了。我们选手为啥给你一个头套呢？就说明说你不但是中老年妇女的偶像，而且你演妇女还特别像，所以特别美。谢谢我们远道而来的选手给我们带来精致的作品，也希望你来到我的团队，那也会让你很好的发展。我这个团队啊，虽然说现在有男生女生真的不少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来到我的团队啊，给我们团队的这些演员们做做头饰啊，画化妆啊，而且服装什么的咱们大伙儿一起研究弄。再一个呢，你是黑龙江的，咱们那个联系起来比较方便，我希望你能来到我的团队，双手欢迎你。他黑龙江的，但他不懂得黑龙江演出，放心，联系不上。哎呀，其实刚才我要往台上一站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咱们俩的那个身材就是唱二人转特别合适，欢迎你好吗？我的团队呢不光是能二人转舞台演出，而且我还有电视剧可以拍，也能让你在化妆和表演上更加展示你的风采，请做出你的选择。四位老师都给我开门了，我觉得特别的高兴。不管成功与否，我站在这舞台上了，我就付出了。我觉得人生来到这舞台一次，我觉得特别值得。那我今天要选的导师，是。严淑平老师，感谢童老师。童老师这动作，家乡人一定为了我们东北的二人转越走越好。恭喜刘丽成功加入到严淑平门下，也希望她在自己喜欢的手工艺领域能有更好的发展，为二人转带来更多美的享受。他曾经是一个瓦匠，机械地重复着每天的生活，但是他不甘于命运的安排，渴望活出自己的精彩。在28岁时，毅然选择了背井离乡，开始学习二人转。汗水终于换来回报，他登上了梦想的二人转总动员的舞台，带着父母的期望，获得3期擂主。如今，唱功日益娴熟的他，已成家立业。这一次他和妻子来到名师高徒的舞台，他们能否让名师为他们打开师门？大家好，我叫傅江宇，是一名二人转演员，旁边这位就是我的妻子。大
大家好，我叫张子月，我也是一名二人转演员。咱俩今天拿了最好的状态，加加油，争取让四位老师都给咱俩打开身门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叫傅江宇，一名非常普通的二人转演员。大家好，我叫张子月，我也是一名二人转演员。来自于哪里啊？我俩是来自黑龙江省肇东市的两名演员。不是，我瞅着你那个男演员我这么眼熟呢，你二人转总动员来过啊？对，老师，你看我参加过两次大赛了。对，而且都很好的成绩，是不是？你看我最多的还是跟老师能学习到更多的东西，对，是我最大的收获。嗓子非常亮，那你身边这位，身边这就是我妻子，真事儿啊？郭老师啊，这还能骗人吗？都有证的。我就瞅着，哎呀，白瞎了，白瞎了。开玩笑，咋认识的你们俩呀？我俩就是对，就是通过唱二人转认识的。有一次演出，当时正在台上正唱嘛，正使劲儿呢，我就发现台下有一双眼睛始终在盯着我。哎呀，还有一种非常暧昧的感觉。我一瞅，这是干啥呀？给我都瞅懵了。我说这是咋的了？相中我了是咋的？拉倒吧，可拉倒，停，可别说了。我来说一下，因为什么呢？他在台上演出，我以前是歌手。然后有一次他演出，我在台下看，我说：“哎呀，这男演员，我真是小个不高，我说嗓子可挺高。”别，你说别的行，别说个头。对，不要说郭老师还搁这坐。哎呦，是。你这就说话不要刮了人，是别刮了人。那你对老师，我说他了，我找他是因为
沟通二人转一方面的知识，因为我想学习二人转。我还误会了。通过了解呢，我也知道他也是28学的，因为当时我也是28，他就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。然后当时我也想，啊，我就回去考虑考虑吧。然后他说，哎呀，老妹儿，那个咱俩加一下微信呗。然后那个你想学，你啥时候你来，你跟我说，然后我领你去玉庆。哎呀，我说那就行吧，那就加一下微信吧。这微信加的，然后天天下戏了，10点多，天天给我发微信呢。微信不回就给你发视频呢。你先别说，你这一说好像是老师吗？还有观众朋友就误会了，这咋加个微信呢？这成宿半夜聊着起没头。其实我早晨5点多起来练功，晚上演出，一直到10点以后完事儿才能有时间。然后我去给他发微信，我就鼓励他，我说不管你多大岁数，只要你有目标，你心中有梦想，你就去追求你的爱好。当你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是真心的吗？我感觉有点醉翁之意不在水上呢。郭老师火眼金睛啊！啊，那个时候我都30都出头了，你看，那找个对象挺不容易的。我寻思，如果他也是这种情况呢，想学习，然后慢慢的会有这种机会，是不是，郭老师？所以说，你看这大龄的孩子，这个学员他就心计，知道不？对。但你这努力不白付出啊！现在生活怎么样啊？现在组建了家庭。有房子，有个小汽车，生活呢，我们感情也挺好的。最主要的是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1岁多的小儿子。哦，哎，非常好，真是。现在打算回到黑龙江肇东家附近发展，一是照顾孩子，二也是想孝顺孝顺爹和妈。说到这些呀，我还得是说感谢咱们二人转，这个二人转给予了我这个非常坚实的这个。事业也给我成就了我的家庭，可以说我所有的一切都是用二人转去换来的。所有的一切，我跟我媳妇儿也说，不怕咱们苦，不怕咱们穷，只要咱们心存梦想，用自己喜欢的事儿去拼搏，想得到的慢慢都会实现。太好了。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上啊？我就是想跟老师学一学更深奥的东西，能丰富我在这个二人转这个艺术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。那这个舞台呢，你今天就来对了。我们的4位老师都会给你搭建这个平台，希望你来到我的研制团队，会很好的帮你们在这二人转成发展的道路上助你一臂之力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到江哥队，对你们的唱腔啊各个方面可以起到至关重要的艺术上升的这种作用。眼光要亮啊，那个心里有数没？有数有数。男演员，我想问你一句话，你倒是梁子戏多一点还是曲子戏多一点呢？是谱子戏多。你这嗓真的非常好，而且曲牌与曲牌之间的连接也非常好，表现力也非常强。我倒是希望你能学一些梁子戏，因为咱们黑龙江啊都是以梁子戏见长的，包括你媳妇儿啊，声音也真的特别好听，只是你不经常唱，有的地方气息找的不是特别好，是吧？就是有的时候声音不会使，可能稍稍往上一上的时候就是有点声嘶力竭了。如果你能来到我的团队的话呢，这些问题我都能帮你解决。谢谢老师。我就感觉其实这个我们男演员好女演员好，你们的形体特别漂亮，你们真的挺适合拍电视剧，上镜特别好看，所以说选择谁你们心里有数，我不说了。那黄了，电视剧黄了，这是。不是，来吧，开始选择，也可以一人一人选一个。面对4位老师的激烈争夺，夫妻搭档傅江宇、张子月会选择同一位老师，还是各自心有所属？我们要学。赵老师。恭喜傅江宇、张子月成功加入秋波战队，愿这对因戏结缘的夫妻档在赵小波的指点下，二人转事业蒸蒸日上。
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来自吉林辽源的李宝红，他能否让名师为他打开师门？大家好，我叫李宝红，我是一个美妆店的老板，自主创业两年之前呢，我是一个二人转的老演员，已经唱了20年的二人转。为什么来名师高徒呢？因为我感觉我的事业现在非常的稳定，我想二人转的事业和我现在的事业达到一定的顶峰，我相信四位老师一定会为我打开师门。李宝红加油。水呀，再把梨
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四位导师好，我叫李宝红，来自辽源市，今年呢37岁，我是一个品牌美妆店的老板。不是二人转演员，发亲呢？我以为是专业的二人转演员。就是啊，你是一直在做生意吗？还是以前唱过二人转呀？我呢，应该说是在二人转的影响下长大的。谁影响？爹妈会唱啊？还是就是啊，亲戚朋友？不是，是因为我表姐是一位特别优秀的二人转演员。表姐就是我们家人的骄傲，所有的人都宠着她，只要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她回到家的时候，大家都围着她转。 那时候我就特别特别羡慕她。 我这个冒昧的问一句， 你表姐是谁呀？我表姐多大了？还有就是我表姐是你们大家都熟悉的。谁呀傅联英。怪不得你这二人转唱这么好呀。那傅伯宁就得是你家的。傅伯宁是我外甥女儿，她现在在我团队呢。我想你家里有这么好的资源，那你为什么不唱二人转？多可惜呀，嗓子这么好，形象也这么好，去唱就跑去做生意了呢。其实吧，也有一些经历，因为有表姐的影响嘛，我感觉她唱二人转唱的太好了，我先天条件不是很好的，那个时候我嗓子不是很好。我这个人就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，我就是犟。我不服，我感觉他能做好的事，我虽然说我先天条件不那么好，但是笨鸟先飞吧。人家别人6点起来练功，那我5点我就起来，你别人喊嗓子我也喊，喊不上去我也喊，那个我就唱吧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嗓子就喊坏了。喊坏了之后去医院做了手术，那个时候大夫就告诉我说，你不能再唱了，你也不能再喊了，如果你再喊下去，你别说唱二人转，你说话都成问题了。后来我就挺上火的，上火了之后感觉二人转不行，我换别的，我一定能有行的地方。那后来呢？完正好就是有我几个好姐妹一起找我来创业，我就跟他们去创业了。你创业顺利吗？不顺利，因为家里人不支持，我就靠着我这股劲儿，我不支持我也去干去，因为投了很多钱，你们不给我拿钱，我出去借钱，我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干成。是挺犟的。很多人都说的东就是女人，所有的女人是水做的，但是我感觉我们东北的女人就是钢筋水泥土做的。哎呦，好的非常好。原来吃了很多的辛苦，但是现在已经很成功了。其实现在的生活感觉挺好的，该有的也都有，有房有车，有孩子有老公。今天为什么要来到这个舞台呢？是因为我想唱二人转，我高兴的时候还有不高兴的时候，我都不由自主的就是哼起二人转。那个时候我外甥女儿傅伯宁就给我报了名，我想了，来就来吧，我要为我的爱好再坚持一回，再犟一回。好，哎，我的电视剧呀，怎么咱们合作一下，你看行不行？那我看你能不能用我当女主角。你要能演女一号的话不是，就是啊，你要能投资的话我就给你个女一号演。哎呀，太优越了。我的条件太优越，没办法。哎，你们团队人都说了，你们团队人都说了，忽悠，接着忽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如果我自己团队都不相信的话，那你就连我的卧底都不相信他，真的不相信。我在他们团队里，我有卧底。不真的？他什么情况？我卧底都直接跟我说了。不可能，你放心，因为啥？我到现在我连我的底我都没告诉他，我没交代是谁呀？那个，我半天没说话了啊。我还是建议。其实啊，我还挺关心你的表姐的。你的表姐，是我的心中偶像，啊，就是某种情人。他表姐是你心中偶像。特别的喜欢那个你的表姐。彭老师，你说话还真得加点小心。那个，真的，我跟傅联英。他表姐不挺能打仗？傅联英，傅联英。傅联英不是杨老师的徒弟吗？加点小心说话，加点小心，那你别整倍儿小了。那个，就这层关系，我跟你说，你明白没？我懂，明白啥呀？你说明白啥？啊，表妹，一次没
表白明白，紧张，哎，我脸都红了。来吧，那个我跟选手那个表白一下哈，因为我和傅亮英亲戚，他是我的大徒弟，所以说我们算是一家人。今天你来到这舞台上，我觉得我有一种欣慰的感觉。虽然说你在做生意，但是也希望你在二人转的道路上，也像你的表姐一样，在这个舞台上让老百姓认识你。我会助你一臂之力，要实在不行，我可以做你的那个服装的模特和服务员都没问题。老师，我是卖化妆品的。品更行了，我就是给你站台。这位选手，说实话啊，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，因为我们在门后看不见你表演，也看不见您的那个长得什么样啊。我正在搁这聚精会神听你唱的时候，童老师过来了，他啪家把我这门就给我开开了。我这个我不知道因为啥，虽然说我不知道因为啥，但是他把这门给我开开了，我一点都没后悔。我看见你之后，我就一点都没后悔。我希望你也能来到我的团队，咱们一起努力把东北地方戏唱好。如果你想走这行的话，我也可以帮你啊。好，来吧，来我们选手就开始选择吧。我选择。面对四位名师的激烈争夺，李宝红会做出怎样的选择？他会加入哪位老师的战队？我选择。真的，跟郭老师会拥抱吧？意料的外头，没想到是这样，有点大了是吧？真没想到，没想到是这个结果。回来吧，咱一起学习，一起努力，发二人转，发扬光大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谢谢。明天您将看到二人转总动员第八届东北电视二人转大赛成人组第15场比赛。接下来一起听一听他们的拿手好戏。八字合到一起就把人字念，小哥哥仁义礼智放在了一旁。好好的村花不当，怎么就当老板去了呢？我就喜欢正戏啊，偶然的机会开了一个小剧场，以正戏为主。